B，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节目的话，我的节目就是我住在多伦多，然后我会分享一些美妆啊、美食啊、旅行啊，一些像生活的东西。但是我最近分享的比较多就是美妆，也希望我以后能够分享一些更多更有趣的事情给大家看。然后今天是要分享就是我的开箱跟我的保养品，所以呢，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节目，我的皮肤是属于干性偏混合，我的两颊跟这边都很干，然后我的鼻子翼侧是干的，可是我的鼻中间有时候会出油，所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混合，因为我的皮肤还是算蛮偏干的。那我昨天开了箱，然后我本来今天想要剪个开箱影片，可是我男朋友买了一个这个，所以他又送了一个来，所以我又要开个箱。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我男朋友一直在挖坑让我去买东西，就是蛮感谢他的，但是我买了好多东西啊，但是还不错啊，都是真的需要的东西，然后他们送的礼物其实真的也蛮好，一些东西在脸上，然后我想要选，因为这个月的8号、9号、10号这里的 drugstore Shoppers Drug Mart 会，如果你用点数10000点就是100块，它就会10万点，反正就是同等100块的点数，他会送你40块，所以刚好我缺一罐日霜，然后我今天早上就试了一堆日霜，我决定要挑一罐然后去买。那但是日霜这个呢，我会在我买的时候再揭晓给大家看看我买了哪一罐。我要试的东西还蛮多的，你们看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一集是用不完的。然后我还要顺便看一下这个箱哦，我今天晚上要去上那个 Sephora 的课，我就是他们有那种免费课可以去上化妆课，我想要去上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给大家。噔，这好可爱哦！这盒子我要留起来，我要装东西，因为我的那个就是美妆柜已经爆炸了，所以我需要几个盒子，然后把一些东西收纳起来。还是粉红色的 ，BIF 的眼线，是眼线吗？哦，这是口红哎。我没有买过他们家的口红，因为我以前不太买 drugstore 的口红，我就是喜欢买那种可以吃的，我只会买护唇膏。还不错，还蛮好看的。但我最近就是看很多人在推 drugstore 的口红，好像也不错，我觉得我可以去买买看。以前买的那些贵的，一起用用看，看看他们会不会有点香。这不错啊，光泽度什么的。哦，我今天嘴巴上这一支是这个加拿大的牌子，可是。它虽然蛮不沾杯的，一点点沾杯，你看不太沾杯，它那个沾杯的地方可能是我的那个唇线笔，可是它好显唇纹哦，我已经涂了超多护唇膏然后再擦掉了，可是我唇纹还是超多的，你们看啊，好烦哦，可是我蛮喜欢它这颜色，就是很欧美，但是哇太显唇纹了，不过它不沾杯又不粘头发，我觉得不错。这个是理肤保水的保湿，我今天早上没试到，我今天早上试了它另外一个 serum， 这我也没见过这是我男朋友买的精装，他说让我开箱的，我男朋友很可爱吧 ？Dupont 可以用在眼睛、腮红跟嘴巴上。这光泽很美很像 NARS 的 Gossam， 你们看，美吗？美吗？喜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Beauty Crop， 不知道是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我到时候做个功课，可能再分享一集美妆的给大家看。但是这个是，好紧啊，打不开，打了好久。好像还不错而且这三个颜色都蛮实用的，不是那种。超级无敌显色，但它很滑，很好晕，然后颜色很美，漂亮吧？我下次画一个给大家看。然后这支 NARS 的睫毛膏，我好像一直看到有人在讲。我最近有好多新的睫毛膏都还没用，到时候用了再给大家看。这个说是会超卷翘，然后疯狂卷翘，到时候试试看，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超卷翘啊？很多妈妈都很爱用这个就是他们这精华球，我从来没有用过，不过我觉得它这个蛮漂亮的，我想要试用看看。而且他们家的东西不贵，如果真的好用的话，
就是也不错，我到时候试用了再告诉大家好不好用。最后一个是睫毛膏吗？怎么长得那么奇怪？哎，它真的是睫毛膏哎，它是长这样的睫毛膏哎，你们看好特别哦。我还以为它是什么睫毛的那种，就是它是睫毛膏哎，然后它刷头是长这样的，哇，好特别哦。我知道有那种可以挤的睫毛膏，但是我第一次自己真的拿一支在手上哎。好酷哦，到时候用了再跟大家说好不好用。这个就是我男朋友订的那个，他好像就是每个月会送一些 sample 来，然后让你试吧。那如果做美妆的话就可以用这样子，还蛮可爱的耶。好啦，那这箱我也开完了。今天还有多用了一个这个，因为这个是那个 drugstore 里面也买得到的，然后我想说我买回来之后其实都没有一直认真用过，所以我今天就认真用了一下看看好不好用。因为我现在在想我到底面膜、日霜还有彩妆，对，我要做这三个，面膜、日霜、彩妆，到时候那个8号、9号、10号这个可以用点数拿40块的时候我要买哪一个，然后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在考虑的。因为它虽然是正货，可是我在想要不要丑，就是我最近面膜已经用完了，所以我今天也有分享这个。掉进了这种 drugstore 的坑欸，我已经好久没有去 Sephora 了，因为 Shoppers Drug Mart 太划算了。你看它这个，它又寄了那么多 sample 给我，它寄了超多 sample 给我的。然后因为我买了就是一罐，就因为我买了这一罐晚霜，所以我得到了22样 sample。然后他现在又给我挖了一个新坑，就是他说从3月16号到3月29号，我只要花100块，我就会得到35000点，那就是等于我会得到35块，那就是等于我打了65折。怎么办呢？好吧，我要思考一下我那一天要买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买个东西来囤一囤，这样子65折哎，好划算哦。对啊，可惜他们没有卖 La Prairie 跟 La Mer， 不然65折就超划算。但他们有卖一些什么 Dior 那些的啦，所以也是可以的。我去帮汉吉拿药，然后因为我生理期来，然后我觉得有时候生理痛，你只是吃止痛药。要吃蛮多的，我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会吃一颗止痛药，配一颗这种肌肉松弛剂，就不会那么痛。因为有时候真的会痛到连走路都没办法，哇，太痛了，就是那种全身紧张那种感觉，哇塞，好痛啊！我的药又吃完了，帮他拿了一包新的，我又拿到我新的包裹了，来开个箱给大家看看。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最近买了太多东西了。哦，这支剪刀超棒的，它是开箱专用剪刀，它面有个刀，可以直接把那个箱子戳开，巨方便。我订的紧致面霜来了，超大一罐，应该可以用蛮久的。总算来了，我松弛的脸庞。然后这是他们送的那种小 sample。我都是拿保养品，因为我觉得保养品比较需要试。我是一个用保养品多过于用彩妆品的人。我觉得彩妆品其实有很多开架式就超好用的，可保养品真的开架式也是可以买到好用的，但是还是蛮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我都是拿 face cream。保湿的跟防老的，晚上用的。哎，那我白天怎么办？送了我一个包包。哇塞，这包包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哦。先看看这包包好了 ，Manmade 就是人造皮，但闻起来没有很臭，感觉需要塞一点东西。我当初想要这个包是因为我想要放相机。因为我现在出去，然后相机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包就可以拿来放相机挺好。它是我的相机包，
尺寸也刚好，我觉得放相机，如果最后进了一个单眼就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就是它也不会太重，因为真皮的话就会很重，所以它这个是人工合成皮，然后一公事包的尺寸刚刚好。对，哇，好大一包哦，里面有超多东西的。我觉得我日霜可以不用买，一直被这个东西哇塞吸引去啊，一直想要拿更多点数。这个是伊丽莎白艾顿吗？我忘记它怎么翻了，反正这是他们的白天的精华液，这样我就不用买日霜。哇，这很大罐哎，你如果不想晒黑，可是想要假装是黑的。它涂到的时候没感觉，因为我很黑，所以看不到。但它就是有一点颜色的 body lotion。Finish Smooth Brush， 这是 Smashbox 的那个 primer， 很多人推荐，我以前也用过，蛮好用的。原来是这样透明的。哦，它里面好像有 silicone， 就是细胶，还是就是有填补毛孔的感觉，我一抹上去就感觉到了，就是整个人。皮肤变得无比的滑嫩。这个牌子我没见过哎，它是 moisturizer 脸霜，它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然后延展性还不错。这是 Shiseido 的防晒，他们的防晒我一直都还蛮爱用，我觉得很好用。这样小小一罐，还蛮可爱的。我是不觉得我这个月会买防晒，就试用给大家看吧。嗯，它到处是这样，白白的。哎呦，第一个我满身都是。啊，这个我是它的多年爱用的，从高中在用的。它卸防水睫毛膏，我觉得很好。这牌子我也没见过了，这是他们的面膜。他说它会变成一层膜，好像真的变成一层膜了，就黏，不会黏黏的。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Benefit 的睫毛膏，哈，好小，好可爱哦。那个 Biofin 碧尔泉的那个精华导入液，就是在你用精华液以前，先用它把脸擦一擦，就是化妆水之后擦的。碧尔泉的，蛮稀的，倒出来稀稀白白的。他们家的东西香味一直都是蛮清新淡雅的，我挺喜欢的。我小时候很爱用，但是我现在渐渐长大，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就是很有水分。但是如果你想要抗皱抗老的话，可能还是要用点别的东西。面膜，小皇冠，这个我有时候用人会觉得脸黄黄的，但它保湿效果还可以了，当做。如果你晚上睡觉前再擦一次，就是额外的乳液，其实也不错。他们的眼线笔，小一支啊，怎么拿出来？长这样，好可爱哦！我的天哪，亮白洗面乳，这个牌子我没见过，到时候再去做一下功课。小棕瓶是我很爱用的东西。小棕瓶，这个我有好多罐哦，我已经用掉大概。大罐的我已经用掉大概六罐了吧，就是每次去机场，它不是都会有买一送，就是不是买一送，就是买两罐然后比较便宜，我就是买两罐，所以大罐的我都已经用掉六罐了。这是克兰斯的保湿乳液，它挤出来的质地就是膏状，还蛮好推的，延展性也还行，有补水的感觉。这日霜啦，欸，我真的不用买日霜了，他们送了好多日霜。这个说是给成熟的，就是像我这种老少女用的，来试试看。我觉得 Vichy 算是药妆店里面医美产品，我算目前就是比较少踩雷的，它东西都蛮好用的。我的瘦身霜有一罐是它的，这罐是我现在在用的。它质地是这样子，蛮清爽的。B5 精华液，这个好像是精华液耶，我应该要刚刚先用的。嗯，我已经用了，没关系。哦，酒精的刺鼻味，有 B5， 没有香料的味道，感觉好像用身体的，因为或者是哪都可以用。反正它有给一个2块钱的 coupon，
到时候用了觉得好用再跟你们说吧。哇，好多东西哦，我的天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他们送了我22样东西耶！哇，好棒哦！这里的 drugstore 真的超好的。划算划算，大家今天观看我的节目哦，我今天晚上会去 Sephora 上彩妆课，如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再分享给大家，然后谢谢你们今天观看我的节目，记得帮我分享按赞留言，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好东西就是我都没有分享过，然后你们觉得超好用想要给我种草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种草，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